帅哥你好 ，SH78你了解吗？不了解。现在准备回家。嗯。我们可以帮你打车。可以说不吗？哎，你好，打扰一下。SH48你了解吗？我觉得他们都长一样。你准备去哪里呢？回家。跟你去你家，你方便吗？不方便。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吗？啊，你问吧。啊，您现在是在这边附近工作吗？不是。那您来这里是？我住这边。你一个人住还是跟家人一起啊？嗯，两个人。那我们方便去你家看看吗？嗯，你可以决定。行吧。就是前面那个对吧？对对对。这个会上电视吗？对啊，这个是上电视的呀。您今年多大？23，实习的话就待在上海了。你室友会在家吗？他今天不在。在吗？真的，你室友在。天哪，他在洗澡。你问他方便吗？方便。好好好，没事没事。哎，打扰一下两位，请问你们了解这个 SH78吗？我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演出。那现在你们二位是准备去哪里？我刚吃完饭回家了。因为现在今天是周末嘛，对，又要出去嗨一下。哦，不嗨不嗨不嗨。可以去你家，去你家里。不，去你家，去你家，你家好嗨。你家里有人啊？我家里没人。哎，可以去你家吗？好，你叫车哦。我们叫车，你叫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的，到了。请问你贵姓啊？很高，30岁。结婚了吗？还没有。一上来就问这种敏感的问题吗？您现在在哪里工作啊？我现在在一家广告公司，周末的话我有时间会过来兼职给这个 SH48 拍照片。哦，是吗？对。所以你还在这里工作了？是，所以刚刚你路过的时候，我也觉得我可能要被拍了。是吗？是的。住的地方是租的吗？租的，对的，租的。现在有女朋友了吗？那些就是我的女朋友。开玩笑，还没有。所以你一开始还是很喜欢他们的这个 SH48。对，一开始我喜欢看他们这一类的表演，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活力，然后呢特别有元气，然后很有朝气，小女孩。就在这里面吗？对。Hello， 看一下。对。因为我没有那个怎么讲，我没有烧水的习惯，所以我会经常买这种来喝。它是一个公寓，嗯，看，我现在就要开门喽。哎呀，看看有没有不能看的。这是我的一个入门的门店。就因为它吸地不牢，所以它有时就会皱在一起。我可以踩吗？可以踩，你可以踩啊，不在乎，我不在乎。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，这就是我的小世界。没有窗户，只有一个那个后面的那个，对，透气性可能会稍微差一点。我就先上去啊，然后，哎呀，早上没有叠被子，其实我现在不喜欢叠被子。要休息的话，我基本上就躺在这张床上。这是个衣柜，衣柜上面有一些书。哦，就是平时上陈述你喜欢看？对，还有一点。那个袋子是什么？小盒子。啊，这个。是因为这种是那种电子的。哦。然后我觉得也很好看，然后我就把它放在那个这个里边。丽丽是谁啊？里面一个成员的名字，应该是万丽娜。我都，这是一期生邱心怡。哦，邱心怡应该说是粉丝送我的。哦，粉丝送的。因为我不太买这些东西啊，知道吧？还有，当然我有更多周边是在箱子里。今天能给你们看，都是，没事都是当年当粉丝的时候。当年当粉丝的时候收集的。对。然后袋子我觉得挺好看，想装装东西。你粉 AKB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那个比较早了，大概零几年。我当时 AKB 时候，我最喜欢他。
但他叫板野由美，有毕业好几年了啊。这是 SH 的第一张专辑，对，一三年出，然后后来就他们出什么我就买什么。然后我现在留下来的都是签名什么的，应该都在里边。这是谁写的？这是戴萌。戴萌，对对，发展可好，现在是吧？是是是，这个就是今年夏天最新的写真集。写真集啊？对，泳装哦。粉丝最爱这张专辑的 MV 的形式就是走那个吃鸡的这个，这个我觉得是他们这几年来拍的非常好的一部。这些东西。所以当时你是在哪里工作呢？也在上海，我是做 IT 的。做 IT 主要是做这个运维这一块，闲的时候呢特别的清闲。忙的时候呢天天加班，所以我就是在清闲的时候我就开始追他们。忙的时候我可能就忽略一点他们，这样子。这样。像你洗衣服怎么洗的？我看你这儿那个啊，洗衣服、内裤这些都挂在这里。对，洗干净了，洗干净了。这是所有的我参加 SH 相关的证件，这有好多张哦。对，好几十张啊，几十张，我陪他们参加过的，你都会留下来。对，勋章一样的东西。我的照片，哎呀，这个照片一般我都不给别人看的。我每年都会列一个文件夹，他们这是有一个叫 S 队六周年的一个演出，这是一月六号的事情，然后我邀请我去拍的，不能说邀请吧。有没有哪个是你特别喜欢的？每个喜欢点不一样，我很难说我会只喜欢一个人啊。喜欢的也挺多的，喜欢就是你可能说我花心也好。就像这个人我也很喜欢。这照片是给他们官方宣传用的吗？对，官方宣传会用，就他们在演出的时候，然后我会把它拍下来，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。之一，要强调一下，强调一下小品。那他们现在多才多艺，我给你看我第一次拍他们照片，2013年1月12号，这是他们出道，离得很近啊，相当近。现在看起来拍照片质量都很差，就我觉得能拍到就已经很有意思了。以前的照片，特别的有感触，知道吧？就是你看那个时候，大家都是小孩子一样，你看张宇哥。那时候好像也就16岁吧，现在变成一个特别性感的一个，变成现在的。对，那时候你也是追得很疯狂。好青涩。这是多少年前？这应该是2014年吧？2013年，成立那年，当时。好，很搞怪。当时咖啡店活动，他会跟我互动。他当时说的是日文，说主人你需要什么？当时我有点紧张，也有点害羞，你知道吗？你有没有觉得哪个最宝贝的？就是当时当粉丝的时候，就是你每年你会成有一个，是我过生日那一天，他们成员会在后台上写好，结束后会亲自交到我的手里。这是谁写的？叫一家爱，一年一度的生日又到了，开心吗？生日快乐。怎么越来越胖了？那个时候我就挺胖的。太胖了对身体不好啊，要适当运动，保持健康，不然生病就不好了。谢谢你一直以来支持我，也教会我一些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。长大一岁，要生日快乐啊！保重身体，生日快乐。当时收到的时候开心，现在念起来也开心。5年前的贺卡，这张呢？这张是戴萌写的，但是这张他写的非常的简单。这支组的笔，他可能用了两支笔去写。小女孩把当时的心情会写下来。对，可棒了，我可喜欢。那你现在可以经常见到他，但是感情就不一样了，就是把他。女神你知道吗？都不会放屁的那种女孩子。开玩笑，这段就掐掉。你实际上工作接触以后，高高在上那种状态可能就淡化了。对于我来讲，会不会有一种幻灭的感觉？因为你会更了解她。反而你会更珍惜之间彼此的关系。但是你其实意识里知道跟他们其实也不太可能，不可能有结果，不可能。不会的，我是分得很清楚，没有这种，我没有幻想。我哎呀，我跟你说怎么说，这可能当粉丝的时候还想，哎呀，我能不能什么时候能不能跟他吃个饭啊什么的。真的工作变成同事了，我不太有会有这种想法。一是年龄上差算，他们小，我都30了，我们起码有5个代沟，15年的代沟，10年的代沟。因为天天都看着这些美少女，会不会影响你恋爱的选择？有一点，恰恰在找女朋友的时候，就也结识了 SH48，手机里。你的电脑里，你的相机里全是别人的女孩子。最后他就是因为我要不停地去拍这些女孩子，然后跟我说
甩下一句话就说，你去拍你的小姐姐去吧，不要来找我了。我觉得我内心更多的是在你身上，但是他可能没感受到，或者我表现出的不够明显，已经是达到粉丝的一个状态顶峰，可能那时候确实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，就是其实这个事还是对我有点影响的，就是喜欢他们，跟他们走太近。那之后呢？之后就没有了，审美上会提高很多。拍照这个事情，加上我日常的工作还有拍照，会让我周一到周日几乎没休息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点，没有时间去跟很多女孩子单独出去，就这么一几年下来就这么习惯了。我以前用的是5D3，拍了49万，这个快门数现在是26万，还不包括中间我以前用的一些小相机什么的，可能有100万张照片。爸妈呢？他们会催你吗？他们怕我一个人在上海太孤单了，就是说你找个女朋友先交往着呗。我想跟他们说，我内心特别的丰富多彩，你知道吗？有他们照片吗？手机上。我看一下，你跟我妈妈的聊天记录。一般还是跟妈妈聊联系的多。对，因为我妈妈比较在乎我多一点。看一下，我好像真没了。因为哦，手机里没有了，不小心删掉了。删掉了。对。是考虑在上海定居下去呢，还是有一天想走？都有想过。我初期的时候还是蛮偏向留下来的。比如说，年收入达到多少，你就觉得我就可以留下来？我觉得50万。50万，我觉得这是上海至少得50万，我才能留下来。像你也没有什么周末。对，就是看得很忙，但是感觉忙下来就是在耗自己。有没有想过怎么样去规划一下呢？安逸的生活过太久了，现在也没有什么想法了。我感觉就更多的是一种活在当下那种感觉，就现在过得好就行，没有太多说我将来我什么10年后、5年后我要干什么。没那么多激情跟那种目标了，我现在可能就在处于这种状态上。你是自己很想找一个突破口，就是感觉也不知道该往哪突破了。佛系了。佛了。佛还不睡觉吧，睡觉吧。你也该休息了。是的是的，现在有点晚了。没事，明天不上班无所谓。谢。好拜拜。就是我们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愿意参加拍摄的话，我们可以专车送你回去。你在哪栋楼啊？这栋楼。一般是几点下班呢？5点。5点。是不是有点早？那你吃过饭了吗？吃过了。方便透露你年龄呢？85后，就你的网名叫芝麻酱。在很早很早以前，不是有个输入法叫做智能 ABC 吗？自己名字的缩写就出来芝麻酱三个字。你是在哪种类型的公司？家资产管理公司。工作还比较轻松。我们是早上8点半上班。这么早啊？对，所以我们可以5点钟下班。您结婚了吗？结过婚。结过婚。也没有小孩子。没有小孩。现在一个人习惯，
习惯我觉得蛮好的啊，蛮喜欢出去玩，出去玩比较喜欢就是直接出去旅游，喜欢盯着同一个地方去。是吗？嗯，我比较喜欢去京都，一年要去三次最起码吧。一年去三次？嗯。哦。现在有的时候也带父母去。这里是租的还是买的？买的。买了多久了？好几年了。两年。两年。嗯。啊。四楼啊。嗯。猫啊。对，是一只猫。猫。对。刚装修过，是装修过吗？多了，这橱柜是宜家整体定制，哎，我不是给他们做广告，按照我的身高做的。是吗？所以当时觉得我不太会做菜，所以买的也是那个单灶。白天的话，因为有植物嘛，就想有光照和那个空气流动，所以会把窗都打开着。如果是天气冷的时候，这边就是每天空调都是自动打开。然后你是遥控的吗？就是每天设定的，到了几点钟就自动打开。如果是温度低于多少，它也会自动打开。也都是为了植物。嗯，自己觉得舒服吧，因为你的湿度如果控制在一定的那个范围之内，对身体比较好。太干的话比较容易感冒。经常加湿，经验之谈。嗯，然后那边有棵大的，圣诞节的时候当那个圣诞树在养。你是学过植物相关的知识吗？没有。搬到这来，人家不说要放点植物好看嘛，而且对，就对健康好嘛。每天会浇水吗？你看那边有个瓶子，里面装满水，它会自己往下流。我在本子上会有个表的，因为太多了，你到后来就记不住哪一个到底要什么时候浇。啊，今天浇了一下，打个勾。跟谈恋爱一样的，你要花心思去观察它，建立跟它的一种互动的节奏就可以。你把时间会切割成很多块，每天。会，就是做行政的嘛，本身工作都是一些非常非常琐碎的事情，如果你不把这些事情就列出来做一个计划去完成的话，时间长以后会觉得工作非常没有意义。这是你自己设计的吗？对的，除了这个桌子都是宜家的，宜家自己会有一些画图东西，我就画给他，然后让他看尺寸上合不合理什么的。现在还是圣诞节和新年的装饰，因为还没有改。啊，那边是卧室吗？对，卧室比较乱，仅仅用来睡觉。洗过的和衣服还有就是换的东西，衣服就扔在上面，然后化妆也是在这里。你站着化妆呗？对呀，这样速度快。所以你看我家里面的台面最低也是85公分，对腰比较好，就鼓励自己就是站着。卧室对环保要求比较高，所以家具都是金属、塑料和纸的，都是没有味道的。这是日本很有名的一个 lifestyle 的那个杂志，它出的一个家居系列的书。这就是你喜欢的风格。嗯，对，就觉得蛮好看的，就是我看看，在家装饰也蛮好看的。对，然后蛮喜欢看地图的。对，古代地图。我喜欢看地图，我喜欢原始的方式。这套京都的地图是我2014年去以后，我一直用到现在。这本书就是那种环保纸，就很轻嘛。前面说过我去福建道和大社了，到了山顶下来，然后就迷路了，就看到有一部出租车从我后面开过去，然后就停在了一家人家门口。我想，一定是下客，我并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他去哪里。后来我想起来身上有这本书，然后我就给他指哪个车站。那边还有很多漫画。嗯，漫画就浦泽直树的是 Monster， 是我最喜欢的漫画。二手市场淘来的那个日本的集邮册，就买来玩玩看看的，就是《百鬼夜行》系列的第一本那个《捕获鸟之下》，这本是港版的。很喜欢这种。嗯。什么时候开始？动画片看多了应该都会吧。宅啊，在家就不出去。这一排都是 CD。 平时会放 CD 吗？以前因为有一个 CD 机嘛、啊、现在是也想买一个，但是有点纠结，没什么用的东西还是尽量少买。少买、啊、在家里就会显得比较乱一些。 你上一次婚姻也算失败吧，你觉得当时主要什么原因呢？一开始走在一起，这肯定是有感情，是有爱情在里面。但是有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，可能也是补完了我一种独立生活的一个空缺。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那种大矛盾，原则性的矛盾。对，突破底线的问题。没有什么，以前会觉得有点不食人间烟火，又不知道人间疾苦。我以前很夸张的一件事情，我离婚之前是没有用过洗衣机的。
妈妈啊，或者是钟点工的去弄，就不需要自己洗衣服。连洗衣服都没让你洗过，家务很少做。很少做。也不会做，所以我现在也很讨厌折衣服这件事情。是妈妈还是很宠你的？嗯。爸爸呢？都宠的吧，都喜欢的吧，那么可爱。这会不会让你真正的长大成人之后，会有些地方会吃亏呢？没有什么待人接物的经验，基本上，嗯，情商比较低，感觉。然后听听都是些小事情，这些小事情累积起来，就会造成很多矛盾嘛，就造成你没有办法互相理解，再加上就是缺乏沟通，就出现一些矛盾，可能就怄气啊，或者是没有一个人会去把这些事情就是讲开或者怎么样，就会比较容易产生矛盾嘛。当时最主要的导火索无非就是要不要生小孩这个事，反正之前是觉得可以尝试一下，然后到了他就觉得好像还是不想要。前夫这边比较想就是遵守就是传统的就是压力嘛，那我就觉得不希望这样。当时你妈妈的那个肺癌是？她一开始拒绝开刀，最后大家医生一致的判断都是说马上去动手术，然后天天连哄带骗的就是把她哄上了手术台。现在就完全正常？现在完全恢复了大概也两年，他就是他，而且很巧，就是在我离婚后没几天查出来的，所以那个时候我是根本没有时间去回顾离婚这个事情怎么样，就已经进入下一个阶段了。就是刚车上你说你爸爸也有焦虑症，对，就之前只是我妈妈那个病，让他可能太爱他了，然后就一下子压力很大，他自己也住了一段时间医院，他一个耳朵聋掉了，突然之间现在恢复了没有啊？他其实是一个心理接受的问题，他现在接受自己这个状态了。他们应该感情很深的。原来也很好，但是经历过这些事情以后就更好了。差了很多，真的是，因为你共患难过的那种感情就不一样了。时过境迁之后，大家都像我爸也会经常跟我妈出去玩，现在一切状态都挺好的。就是给你们展现一下我的自拍实力。你在 ins 上有多少粉丝啊？也就800多吧。这张是自拍，不过我调的有点太亮了。这个是蓝电的樱花隧道，本来是被一个阿宅就是站着，然后就跟他交流了一些，说了几句高达的里面的话，然后他就很开心把那个位置让给我。这张是日本的一个路人朋友拍的，我觉得拍得很好。你是一个人去的那次？对，照相机是放在地上。2015年那次，就是4点多起来去拍吧。你是对拍照还是有点执念的？小姑娘嘛，总是想拍点好看的照片。你现在新的男朋友是可以做这个工作吗？拍得蛮好的，学得蛮快的。是你教他的吗？对啊。你俩认识多久了？1-2年吧。怎么认识的呢？健身的时候认识。你们也没有打算要住到一起？这没有，我现在觉得这个空间一个人住挺好的。就还是需要自己的空间。对。就做出状态最好，觉得。对。有结婚的打算吗？不打算结婚。如果就没有一定要生小孩的话，干嘛要结婚呢？你是不想要小孩还是怎么样？反正目前没有想过。没有想过。对。嗯。就我的想法来说，好不容易有这么自由的时间，为什么又要被关到一个家？就是年纪大了，你越来越知道自己什么样的状态下更加舒服。好看的日子也没有多久，还是要多享受生活。所以现在男朋友也是理解你的，完全理解。你们俩的三观很一致。对，就是他觉得对人生的影响没有太大这件事情，但是如果是生小孩的话，他会觉得就是一切的事情的出发点就会以孩子为中心去出发，他认为这是一种选择，以自身作为一个出发点，他也觉得也是可以的，没有什么好坏，只是你现在社会发展到这个程度，你有这个能力和这个余地去做这个选择，社会容忍你去做这个选择。这个看法应该跟你很一致。我只是觉得怂啊， follow your heart， 就这种感觉。就不太想去做。所以不会像很多人一样担心以后老了之后啊怎么怎么样？有过一阵担心，后来发觉很多人都是跟我有这样想法。你现在会刻意的去积蓄吗？会啊，我一直有那个强制储蓄，就投在一些定投里面，这是肯定要的，否则是真的会花完的。
比如跟五年前的你，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？不太爱跟地球人讲话。是活在空中。网瘾少女。那时候是网瘾少女。我之前就喜欢打手机啊，上网，就不太爱跟真人讲话。今天像家里收拾这么好，其实五年前自己不可能做到。所以一年前都不是。就家里真的，以前真的是很乱很乱，就是家里乱到。就这一点还是挺对不起我前夫的，真的家里很乱很乱，就人类是没有办法体会他没有体会过的事情的，就是完全这样整齐布置好的那种快乐感，我现在都不能想象那个时候我是怎么过下去的。经历那场生病之后，一家人就变得感情更深了。以前嘛，就是小孩子说话在爸妈之前都会口无遮拦嘛，因为觉得是自己家里人嘛。现在就是，其实我更多的会考虑到他们心里，就是想听到怎么样的话。以前即使去做，我也觉得我只是装一装，敷衍一下。现在可能会出自真心的，就觉得如果他这样做他们会开心，我就这么做。就比如说出去玩，老年人其实阿姨嘛，喜欢拍照拍很久很久，还会带很多衣服去换。我现在就觉得很烦，我现在就觉得啊，他现在这样很开心。那我就陪他在这里做一天这样的事情，我也觉得挺开心的，就是更能体谅了。对，对你呢？越来越懂得就是尊重我了，因为他觉得我一个人也生活得挺好的，所以他开始对我有信任感。原来会担心你嘛，你一个人过得不好怎么办？就是啊，你一个人日子要怎么过下去？后来发现，哎，好像挺好的。哎呀，家里给我干净。这种信任感其实是会鼓励你跟这个双方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成长。他要把父母的这样一个养育子女的这样一个责任卸下来，也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接下来一年有没有什么心愿？语言上会想突破一下，英语和日语。就今年还要带爸妈和朋友一起出去玩。还要出去一次？对，带爸妈一起出去。这世界很酷。